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9月14号的原视晚间新闻。在今天的头条新闻之前，要先请问您，如果您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是原住民族人的话，您会乐见于听见有人称你为环纳或是崔欢吗？在新北市的土城，一对阿美族的潘姓夫妻，他邀请亲友到自己租来的菜园里面烤肉，没有想到隔壁一位非原住民籍的妇女对着阿美族人大骂崔欢，也就是这是河洛语的生番的意思。那么在双方口角之后，找来自己的儿子用车撞阿美族的车，然后又用刀子砍阿美族人，双方肢体冲突之后，这位被砍的阿美族的男性潘建柱，后来他是送往板桥亚东医院，所幸目前没有大碍。这位教唆自己的儿子杀人的妇女大约40岁出头，多次以催欢来辱骂这对阿美族的年轻夫妻，这一次不止动口还动手。这一片菜园位在新北市土城区，看起来平静的菜园却发生流血冲突。阿美族的潘姓夫妻在这里租用一块土地种菜，9月11日这天，阿美族夫妻邀请亲朋好友到菜园烤肉，没想到隔壁一位非原住民籍的邢姓妇女却恶言相向。因为隔壁邻居菜园的那个妇人，然后要去他的菜园，然后经过我们门前，然后我们的门是打开，可是可能或许挡到他的路，可是他可以跟我们讲说不好意思，你们的门挡到了，推一下也没有关系，可是他却出言出很恶言，然后就骂我们说催欢。也在隔壁租菜园使用的邢姓妇人开口骂阿美族人催欢，让阿美族人很生气，双方发生口角，愤怒的邢姓妇人就叫自己的儿子到现场持刀械棍棒殴打这对阿美族夫妻还有亲友。大家想想算了，再讲下去也没有用，想说要离开那个地方，然后才走出菜园而已，然后发动车子，那妇人就是之前就已经有打电话叫人来，对，然后开车冲撞我的车，对，然后就砸车。嘿，当时一个就是拿铁棍砸车又打人，然后一个是拿刀。潘建柱为避免头部被砍伤，用手臂阻挡，结果手掌因此被砍伤，当场血流如注，紧急送往板桥亚东医院救治，所幸目前没有大碍。其儿子那个驾车伙同友人到现场，随即持棍棒及持刀破坏其车子，并持刀砍向潘姓男子。邢姓妇人因不满菜园的门阻挡行走路线，也怀疑饲养的宠物猫在菜园遭到潘建柱虐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与潘建柱起了争执，其中更以河洛语说出生番。潘建柱的妻子表示，这位邢姓妇人以歧视原住民族的字眼来辱骂潘建柱已经多次，而潘建柱在场的亲友也感到愤怒。阿美族人说，因为这对母子先动手伤人，所以后来才还手。不过这位砍人的男性李耕泉反而恶人先告状，警方表示目前已经依照杀人未遂以及毁损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族被骂环纳已经不是第一次，长久以来这样的情况似乎没有改善。不管开口骂人的人是几岁，台湾社会到底有没有再往前走，让很多人都感到很疑惑。在今天，有学者认为执政者、教育者必须要为原住民族所受到的歧视负责。2011年3月，移民桃园县住在瑞兴部落的阿美族人愤怒地前往县警局抗议。你是欺负我们原住民，我们也是人，你们也是人，凭什么骂我们姓环啊？阿美族人愤怒到了极点，因为非原住民族的原警执勤抓九策，不但掏枪制服阿美族人，还拿着麦克风对着原住民族集合社区大声骂西环纳，最后警方将原警记一个大过，并且调离原单位收场。但如果是原住民族当警察，却还是会被骂环纳。日前，屏东市一名28岁的蔡姓男子长久失业，常回家跟妈妈要钱来花。9月4号晚上11点，他的母亲不堪儿子骚扰，向警方报案。一位台湾族的原警上前处理，也被这位情绪失控的失业男子大骂三字经，又骂环纳。在原汉混居的南投县新义乡，这位河社派出所的布农族警察在执勤的时候，被一位非原住民籍的刘姓民众称为环纳警察，
这位警察说，他可以分清楚到底是朋友之间的玩笑或者是歧视，但当时这位民众直接用手指指着他，用河洛语叫他“还那警察”，这就不是开玩笑了。现在新北市土城又出现年仅40岁出头的壮年女性，认为都市阿美族人的菜园大门挡住自己的路，教唆自己的儿子拿刀子砍人，阿美族人被打伤还被杀伤，还在医院救治，目前回归校园，正在环球科技大学民生学院担任助理教授的蔡中涵表示，还那是具有歧视性的字眼，还本来就是指那个落魄没有教育没有教养的一个含义在嘛，你说没有歧视的存在，那你国语书典要改啊。多年来称原住民族为欢纳贼欢的说法一直存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蔡中涵表示，执政者与教育者都必须为这样的结果负责，包括我们原住民的老师啊，他要介绍原住民的文化的时候，他自己介绍那个唱歌跳舞的部分，嗯，所以人家就当然不没有什么可以尊敬嘛，唱歌跳舞是这样而已，不对，原住民的文化是包括他久远的历史，是还有丰富的啊，这个社会组织的这个敬老尊贤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内涵，全部要讲出来。从两个方面，一个是教育当然重要啊，另外一个方面，政府部门的官员，特别是跟原住民有关的一些官员啊，他对外的发言更应该慎重一点。又听见有汉人骂原住民贼欢。移民都市的阿美族人到菜园种菜烤肉，被非原住民骂贼欢，还企图拿刀子砍杀阿美族人，这样的案例已经不是第一次。要如何改善台湾社会长久以来对原住民族的歧视？学者对执政者和教育者喊话，否则这样的悲剧只能不断继续上演。记者综合报道。日前发生也是疑似歧视原住民族的劳资纠纷，就是位在新竹县台园科技园区里面的精准科技公司，在9月4号无故也无预警的解雇27名原住民籍的劳工，劳工认为这是歧视，9月11号就到了精准公司前抗议，在今天在新竹县议员赵一仙的陪同之下，带领遭到裁雇的20多位泰雅族的员工到公司进行协调，结果在今天出现了一个无奈的结果。由于27名劳工急需现金，所以今天资方同意支付资遣费还有加班费，就已经达成共识。至于资方根本没有为劳工保劳保，要如何追究，而是不是又涉及歧视原住民族，员工方面已经不再进一步追究。位在新竹竹北台园科技园区内的精准科技公司，以公司营运不佳即将倒闭为由，在9月4号无预警解雇30名员工，其中27位是原住民族员工，还要求签离职协议书，遭到员工反弹，认为是种族歧视。11号也到公司抗议，14号行政院原民会、新竹县政府以及警局都派员协同被解职员工组成的自救委员会，与精准科技公司进行协调会。协调之后的结果就是资方必须负担被资遣员工的资遣费以及加班费，尽管精准公司完全没有为泰雅族的员工保劳保，但被解雇的劳工已经不想再追究，由于有人急需使用现金或是缓清债务，只想赶快拿到现金就好，原本气愤抗议的劳工为了顺利取得现金做出大幅让步，让接受陈情的民意代表很无奈。那我们是说下礼拜三他们要算出来之后呢，还要让这个自救委员会都看过，没问题和解，那有问题会提出来。但是今天这么的和解哈，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乡亲因为急需要用这个登记上需要用钱，嗯，今天和解也是蛮快的啦。其实资方在任用员工时并没有为员工加保应有的劳保，不但会影响年资，也在工作时没有保障，但员工急需现金补及生计，所以不计较，只要求在下周三前将费用算清楚，无误后并支付，以达到和解。原本精准科技公司禁用原住民族员工的比例高达51%，因为精准科技公司前任总经理是桃园复兴乡的泰雅族人，但是在今年7月份遭到解职，又加上公司营运不佳，新接任的总经理才会要求把以原住民籍劳工为主力的厂区关闭来维持营运。不过大动作的将原住民籍员工解职，导致员工认为公司歧视原住民族。协调会中，劳方特别要求企业必须在解雇说明书中注明这些劳工是非自愿解雇，才能找到下一个工作。那这个问题，其实在公司的那个歧视的对象里面，我这边也有要求，
县政府呢一定要请他们的解雇的计划，这个整个说明书一定要写清楚。精准科技公司一下子解雇27名原住民籍员工，有没有涉及歧视？没有替劳工保劳保，是否涉及违法？这些议题在这场协调会中已经成为次要的议题。急需现金的劳工只希望能确保拿到该有的薪资。县府原民会及劳政机关则表示会100%协助辅导转业成功。记者穆拉斯台北市采访报道。继续镜头要带您来到南美洲，在天然资源蕴藏量丰富的玻利维亚，很多原住民族人就是在矿场里面工作。总统莫拉雷斯自从2006年上任以来，就积极地针对能源跟采矿企业展开国有化。这位原住民籍的总统强调，要重新分配财富给原住民族跟穷人。不过，今年6月，首都附近的矿区被收归国有之后，矿工却有部分必须面临裁员的命运。矿工曾经多次走上街头，2个多星期以前更将行动升级，而且封锁从首都到矿区的公路。但是政府并没有正视劳工的诉求，最近更派遣大批的警力前往镇压。在玻利维亚，人民认为原住民籍的总统背叛了自己的族人，这样子的声音没有停止。大批手持盾牌的镇暴警察前来罢工现场，试图突破矿工架设的层层路障。他们连续发射催泪弹，矿工则以炸药还击，导致附近草地多处起火。矿工以轮胎作为路障，装有水炮的警车则忙着灭火。矿工全面封锁进出戈基里矿区的通道，为了防止警方镇压，他们甚至在部分路段引爆炸药。这样的对峙局面已经长达10多天。Estamos tomando esta represión en contra de la Comibol. Quien Héctor Córdoba, por ejemplo, Pimentel, son los que prácticamente se están oponiendo al decreto que se ha firmado en junio, el decreto 1337, donde especifica que tienen ambos lados fuentes de trabajo, tal como las cooperativas, como también los asalariados. ¿Ya? Y prácticamente los asalariados son los que están rechazando ese convenio, ese decreto, y es por ello que nosotros estamos viniendo a hacer respetar, a que respeten y que cumplan ese decreto 1337. 这座矿区原本属于一家瑞士公司所有，今年6月矿工拒绝超时工作，要求实施8小时工作制而爆发警民冲突，造成18人受伤。为了平息民怨，政府将矿区收归国有。不过，矿工不满政府在国有化计划中，除了保留私人财团的经营权之外，更要裁撤部分矿工。Ya no hay diálogo, sino que el Estado como Estado tenemos que esperar el resultado final de una decisión política, la reversión total del yacimiento de Colquiri. Creo que fundamentalmente la COP y las organizaciones que han participado a este ampliado de la central de la Boliviana han sido concretamente, no se discute, sino la reversión al 100% tiene que ir adelante. 受到罢工潮影响，不少长途巴士无法上路，滞留在车站的原住民族人只好睡在车站等候。面对矿工的怒火，资方表示他们无法让所有矿工保住饭碗。Yo plantearía la solución de esta manera: el Estado como tal, la empresa minera del Estado, tiene una misión: generar excedentes a partir de la explotación de los recursos minerales, respetando el medio ambiente, en armonía con los pueblos, con las culturas donde se encuentran los yacimientos.Y con una participación activa del sector laboral en la toma de decisiones importantes, pero de una manera eficiente. Es decir, no podemos malgastar el dinero del pueblo para hacer operaciones no rentables. Entonces tenemos que trabajar en ese sentido. Y eso pone una condición clara a la cantidad de trabajadores que debemos tener en una operación minera.矿工指警方大阵仗冲击路障的举动，是为了要恐吓工会以及想参与抗争的矿工提出警告。官方指出，这2星期以来，由于矿工瘫痪戈基里矿区作业的行动，导致政府损失高达400万美元，折合新台币大约12000万元。记者邱德珍编译。持续要带您关注您的民生问题，这是外传劳委会的主委王如璇因为基本工资调整受阻有意请辞。
王如璇今天一早举行记者会回应，目前基本工资还在沟通阶段，行政院也只是要在十月初再针对基本工资进行调整，开专案会议。而针对有没有请辞，王如璇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说他本来就是临时工，会一本初衷维护劳工权益到最后。劳委会在八月份已经审议通过明年基本工资调涨267元，从目前18780元调高到19047元，时薪从目前103元调高到109元。但劳委会八月底报给行政院却迟迟未核定，甚至政务委员管中敏表达反对调涨，因此外传劳委会主委王如璇向院长陈冲请辞。对此，王如璇上午表示，这是经过劳资学政四方好不容易谈出来的共识，他还是觉得是最好的方案。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做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决定，我们一定有我们的理由，一定有我们的理由。那我想，价值照顾劳工朋友的这个价值，尤其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想我们会做充分的游说。对于有没有赌上乌纱帽，王如璇避谈，不承认也不否认。随时都可能有需要捍卫劳工朋友权益的地方，那所有该负的责任我都会负。所以本来就是临时工嘛，那所以我们一本初衷一定会捍卫劳工朋友权益到最后。而行政院长陈冲面对记者询问，则强调基本工资尚未定案，会再开专案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要考虑因素很多。那我特别说，那为了那么慎重啊，考虑因素这么多的话，是不是请两位政务委员共同审查会比较好？不过劳工团体对行政院可能否决基本工资调涨非常不满，认为这次涨幅才1.42%，只有267元，等于一天才一颗卤蛋的钱都不涨，如果真的被否决，不排除发动抗议行动。记者玄子应磊琪台北报道。行政院即将针对国土进行重新规划，要拟定国土计划法、行政区划法，草案已经出炉了。但是呢，行政院也同时推出行政院版的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那么如何在规划国土的同时又划出原住民族的自治区，今天在高雄市又举行了公听会。到了高雄，高雄很多民意代表对于五都升格表达负面的评价，也有很多意见领袖对于目前行政院版的这几部重要法律持悲观的看法。内政部针对国土计划法、原住民族自治法以及行政区划法相关草案的立法，到了高雄市苓雅区公所大礼堂举行公听会，原住民族的立法委员以及民意代表到场，对这三部可能要影响原住民族行政权、土地权和自治权的重要法案有许多疑虑。立委高金素梅表示，五都升格改制之后，台北、台中、高雄等五个原住民族乡不但都变成了区，还剥夺原乡原本乡代表以及乡长可以民选的权利，认为不符合宪法，也不符合原基法，要求政府重新划设国土的同时，也必须同时划设原住民族自治区。以至于我们在最后就说，原住民自治区未来成立的话，这五个区必须回归到原住民的自治区的范围之内。五都原乡升格为区之后，就连想要修路灯都必须要报请直辖市审核之后才能进行修复，跟过去乡长可以直接做决定发包进行基础建设工程的流程差很多。民意代表纷纷对现有的草案版本表达不信任。应该优先把原住民自治法相关的条文内容符合我们的权利之后，再把国土计划法参照原住民族基本法来讨论。这三个法并没有把落实原住民基本法的精神，从国土计划法第一个内容的项目，并没有包括原住民地区区域的土地的规划。但是，只有我看这个条文看完以后，你只是放在所谓的特殊区域，一点诚意都没有。政府即将制定攸关全国土地划分以及行政区划分的重要法案，原住民族自治法也等着完成立法。公听会中，与会的人员都表示，三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应该顾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精神。而透过分区公听会，内政部表示要听取地方意见，作为将来立法的依据。记者吴定高雄市采访报道。不过现在在直辖市，有市议员率先要求说，文化先自治。到底什么叫原住民族文化？新北市在今天有三位原住民族的市议员，包括一将巴洛
中人达鲁斯还有王建章认为，不要以为原住民族的文化只有阿美族的丰年祭。三位市议员跨党派、跨族群联手提案，要为新北市原住民族的文化发展权立法，强调未来如果这个版本的法案通过，不但要求市政府必须提供场地让原住民族举行丰年祭或排练歌舞，还必须由市府编列各族领导人事务费从事文化推广活动，也要求市府要拟定文化政策推广文创等等。这个有三位市议员提案的版本已经获得57位其他市议员的联署，联署比例高达90%，创下历史新高。看起来场面盛大的新北市联合丰年祭，每年都会邀请超过2000名都市原住民族参加，以阿美族人居多。各个行政区也有各自举办丰年祭。丰年祭对许多民间还有官方来说，几乎已经成为原住民族文化的代名词。不过，阿美族的市议员一将拔鹿儿、中人达鲁斯，还有泰雅族的市议员王建章共同联手提案立法。目前推出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发展自治条例草案，认为原住民族文化不只是只有阿美族的丰年祭而已。将来新北市通过了这个自治条例呢，它有一个两大很重要的主轴，一个是原住民族的文化发展是要用文化自治权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去推动哦。第二个是说，我们要强调在新北市呢是要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不可以是只有某一个族群受到文化发展的这个保障哦，14个族群都要受到保障。与会的市议员表示，新北市的原住民族人口占全国原住民总人口的9%以上，移民到都会区的原住民族更面临文化断根的危机，所以必须立法建立原住民族领导人制度，由市府编列领导人工作事务费用，要求市政府提供原住民族举行岁时祭仪的地点，发展文创产业。若是我们3个议员，甚至于在我们新北市议会里面的议员结合，共同理念一样的话，我想别的族群，或是甚至于我们别的议员，一定会尊重我们，就是为的我跟宜将还有王建章议员，也就是为了我们新北市的福祉跟权益来去争取。我相信在9月25号我们的定期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全力的把关，这个案子一定会通过。这是新北市史上第一次，宜将拔鹿儿、中人达鲁斯、王建章三位市议员跨党派、跨族群共同提案，史无前例。这部自治条例草案强调，草案中还有出现原住民族的文字，也就是书写系统，是全国首创。目前这部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发展自治条例草案已经获得新北市议会57位市议员的联署，联署市议员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记者格隆八号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好，那么新北市政府呢，想要表现尊重原住民族的文化，所以就安排了文化课程，希望原住民族的希望市府或区公所的公务员呢，可以进一步多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学员们拿着牙签，小心翼翼地制作排湾族图腾的手工艺品。这是新北市府举办原住民族艺文赏析，上课的学员都是新北市府或是各区公所的公务人员。而这一次，排湾族的舞者布拉鲁扬也受邀担任讲师，分享作为一个编舞者的创作心路历程，也分享了如何将创作的舞蹈纳入自己的排湾族文化。1天8个小时的课程，希望新北市的公务员可以多认识原住民族。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课程里面来激发我们多元的文化，让我们市府的同仁认识我们原住民。在我们原住民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然后我们有很多创意，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能够激发大家有一些文创，有一些创意，然后一些思考。截至8月底止，新北市原住民族人口就高达了51,539人。移民新北市的原住民族人口越来越多，市府还有各区公所的公务员被安排要认识原住民族。这一次也请来了创意工艺师排湾族的叶雅婷，教导与会者认识排湾族文化内涵，展现把排湾族元素加入在现代艺品中的创意。听老师这样讲的话，我们会如果遇到那个原住民的民众来办公的话，会希望借由他们了解更多这样子。我觉得他们
发挥他们的长处优点啊，这样很好。那让我们就是看到不同民族的另一个风格，这样。新北市的原住民族文化课程不是强制性的，采公务员自由报名制，今年共有四个梯次，每次上课八个小时，而9月14日就是今年的最后一堂课程，从舞蹈艺术与手工艺术中，让新北市的公务员可以更认识原住民族。记者曾俊文巴扎克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在屏东的原住民族地区，原住民族人缴交国民年金的人数创下新低。民国97年开始开办国民年金保险，到今年10月将届满4年。国民年金虽然将大部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人强制纳保，但采用主动寄发缴款单、不强制缴费方式办理。但族人表示，在工作不稳定与油电齐涨的情况下，实在无法负担。你说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铁工啊。铁工，然后就是有的钱有时候不够给啊，那个有的该给。所以那个其实收入不是很稳定、啊、对对，在景区不好，大家没有能力勤奖，都快吃不饱了。虽然国民年金保险除了在65岁时可以请领老年年金以外，也提供了身心障碍年金、遗嘱年金、丧葬给付等给付权益，但根据屏东县社会处统计，原乡地区缴费率平均为20%，唯独太武乡是低于20%的16%。以全乡应缴人数1490位来说，固定缴交的人数只有238人，与其他原乡差距大。太武乡国民年金服务员也提出解释：因为在工作薪资也偏低的部分下，那还要去抚养到可能小孩跟老人家，那相对的在这个保费的一个缴纳的一个积极度就不像其他的那其他的部分，它就不是急需的。国民年金除了不影响族人在55岁后可以领取老年津贴，同时65岁以后享有国民年金的保障，并提供分期付款与减免方式。但在族人经济不稳定与一片掌声的环境条件下，这项政策利多能否实质的落实到偏乡地区，有待时间的考验。记者歌舍屏东太武采访报道。物价不断的上涨，有学者担心台湾恐怕会发生输入性的通膨或是房价飙涨的隐忧。受到前阵子台风及豪雨影响，带动蔬果价格上涨，加上油价高涨，使得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3.42%，创下4年来新高。在买东西的时候就要考虑，就是不能够就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就要省着点用。就是会考虑比较多吧，就是奢侈品就会减少之类的。国内物价创新高，眼看美国联准会推出 QE3 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充裕的国际资金如果转移到台湾，是否会造成台湾输入性通膨？学者表示，这还需要再观察，不过主要还是要看需求面。一些食品因为气候的异常，食品类的价格的上升，我们事实上从2月到目前为止，核心物价都在 1% 以内，所以内需的力道事实上是非常疲软的。黄小玉价格的变动，会有递延效果到那个商品，还有几个月时间，所以可能未来还会再比较高一点，但会不会到3还要再考虑。学者表示，大量热钱将可能涌入石油、贵金属以及原物料市场，价格会因此大幅攀升，所以今年第四季开始，物价可能还会继续上扬，台湾势必将面临通膨的压力。至于资金如果流窜到房地产，恐怕也会带动房价上涨。学者提醒政府应该密切注意后续发展。记者陈小青、陈信龙台北报道。一个来自台北市原民会的活动异动的消息要提供给您。台北市原民会原本预定在明天，也就是礼拜六，在台北田径场要办理台北市第3届纳鲁安文化节传统体能运动会，但是现在因为受到38台风的影响，同时也考量参赛选手的安全，先暂停办理。而至于延期时间跟地点，会再另行通知，提醒有报名参加的族人要特别留意。已故人类学家的一批旧照片跟笔记，揭开澳洲昆士兰原住民族保留区一段长达数十年的血泪史。
现在所收看的是原视晚间新闻，带您到澳洲。澳洲的社保是澳洲昆士兰州的第三大原住民族地区，当地的历史见证白澳政策下原住民族人的种种辛酸。在1901年，基督教团体救世军获得政府批准，在当地建立原住民族保留区，长达数十年的期间，有不少来自昆士兰各地的原住民族人，由于遭到当局片面指控说原住民族不愿意找工作，所以就被抓到这些保留区来从事劳动，以作为惩罚。过去澳洲政府对于保留区内的事情是不闻不问，现在有学者发现已故的人类学家 Tannen Kelly 的一批照片跟笔记，在这些照片跟笔记里面清清楚楚的记录保留区里面原住民族人所遭遇的种种记忆还有不幸。这些照片和笔记原本被搁置在一间农舍中长达十多年，最近有学者追踪到他们的下落，证实他们是已故人类学家 Caroline Tannen Kelly 的田野记录。当中最受人注意的是一批关于 Cherbourg 原住民保留区的照片和笔记。She was interested in living conditions, how people were being treated, and so on. And she found a lot wrong at Cherbourg, and she talked up about it. So she was really amongst the first to talk up about the stolen wages, to talk about the way people were being trea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re, and how they weren't interested.In the cultural practices of Caroline Tannen Kelly 是澳洲土生土长的人类学家，他的研究详细记录了澳洲原住民族在早期欧洲移民涌入后的生活变迁。他在1928以及1930年代曾经密集在 Cherbourg 原住民保留区做调查，他整理大量有关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亲属继承习俗、传统仪式、语言、地方志士以及家族系谱。 She recorded detailed cultural material obtained from senior people at Cherbourg in 1934. So these people were born in the 1850s and 1860s, really in the bush, and had later been moved to Cherbourg, forcibly removed mostly. And so here we have a record about what these people still remembered from the old days and how things were changing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at Cherbourg. Tannen Kelly 的研究成果经常引起当局不满，而他也曾经在一封写给著名美国人类学家 Margaret Mead 的书信中提到 Cherbourg。 他难掩愤怒地说，保留区内的管理者是二十多名白种垃圾。这座保留区建立于1901年，自1905到1939年间，一共有1587人被抓到这里来，他们分别来自109个不同部落。被抓到保留区里的人每天都得做苦工，但薪资却十分微薄，而且区内还规定只能以英语交谈，不准说自己的族语。政府视保留区为三不管地带。在1967年以前，澳洲的人口普查也没有把保留区内的人口算进统计资料里。现在 Tannen Kelly 的田野资料重现，昆士兰大学图书馆将永久保存这些珍贵的历史证据。记者邱德珍编译。镜头回到国内，台东金峰乡公所想要收回金针山大片原住民保留地，在今年初向在金针山耕作的太麻里乡的农民就寄发了律师信函，限期要求占垦的农民要返还土地。农民想要继续承租，金峰乡公所也采取断然的措施，要求承租者必须要先拆掉地上的公共设施才可以再续租，当然引来民怨，但公所表示公所是依法行政。在金针山种植金针的农民苏时胜向媒体投诉，在他承租的保留地上有土地公庙和由水土保持局提供经费新建的金针山地标、泰丰茶、大型水泥茶壶以及停车场。这些公共设施新建多年，如今土地契约到期要办理续租却遇上困难，就说有那个违建啦，所以有那个庙啊，土地公庙说一定要敲掉、打掉、拆掉，他才要继续让我们租约这样。啊，为什么那么久了，已经几十年了，到现在才有这个问题？啊，这个庙不是今天才盖的啊，这个土地公已经盖了，应该差不多二三十年了吧？毕竟我们都已经做了，到目前已经到第三代了。对于农民的说法，金峰乡公所表示，对于合法承租的农民，只要合乎开发管理办法，就可以续租。对于承租部分拆除第三物再续租是依法行事。
它只要合乎这个管理办法的一个前提之下，那当然我们还是会继续租用给它了啊。这个有第三物违规的部分，或者说它没有按照我们整个区计划法整个规定的话，我们就会根据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因为林地林用、农地农用嘛，那是很清楚的一个事情。金峰乡公所在金针山广达300多公顷的原住民保留地，多年来虽然有部分土地依法承租给农民，但也有大批土地遭到违法占用，如今要收回有些困难。金峰乡公所采取断缆措施，对以非法占用保留地的农民分别寄发律师函，要求返还占用的土地。而对于合法承租的农民，乡公所也提出拆地上物才能办理细租。乡公所表示，金针山保留地争议多年，这是过去留下来的历史工业。记者卡扎菲亚台东台马里采访报道。天平台风过后，很多漂流木堆积在河床上。台东县府就公告，从9号到10月9号为止，为期1个月，台东县民可以到河床上来检视不具标售价值的漂流木。不过，也同时规定民众不能将直径超过20公分的一级木占为己有，否则会触犯刑法。自从台东县政府农业处公告开放捡拾漂流木之后，河床上来来往往捡拾漂流木的车子络绎不绝，许多人开着大型机具到河床上捡拾漂流木，希望赚一笔台风财。即使他们去捡的，他们都了钱的比较多了，因为他们也划不来啊，他们只有载回去，有的人家不要买，像这个你没有去头去尾，没有整理好，人家也不收啊。你也要有找到买主，这种。对，要买主。不过，对于一些用小货车载运木头的民众来说，一顿杂木可以卖到1800元，来往的频率高的话，一天赚个3到5千元不是难事。有时候捡到直径不到20公分的一级木，还可以卖到好价钱。所以很多人愿意在这么热的天气下捡拾漂流木。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真的非常辛苦了。但是只要有耐心，对家庭来说，对于经济上都有补助。虽然台东县政府开放台东县民捡拾漂流木，不过县政府还是有些限定，就是直径超过20公分的一级木，如红块、榉木、牛樟、孝楠等木头，捡拾到必须通报到台东县政府或林务单位，如果占为己有，就会触犯刑法。比较小的不到20公分的就拿，像那个有烙印的也不能拿，要归还给他们，有烙印偏好的要归还给林务局。从即日起到10月9号止，是台东县政府公告捡拾漂流木的日期。很多民众到河床上希望能赚一笔台风财，而有一些民众则帮回家制作一些木桌木椅，也算是一种意外的收获。记者米佳来带台东绿野采访报道。带您认识一对阿美族的夫妻，他们制作竹杯，现在也传出好口碑。现年58岁的林美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妈妈，不仅会制作阿美族服饰，还是一位制作竹扫把的达人。但是靠着卖竹扫把无法让她贴补家用。2年前，她将制作竹扫把所剩余的竹子，透过巧思再生利用，变成了一个精致的竹杯。在11月、12月，我们就开始采竹子了。然后放着，不知道那竹子这么多要做什么。后来想到说来做这个杯子。每年11月份就是必须上山砍竹，虽然竹子要做成竹杯是件容易的事，但是要竹子耐用、不发霉又不皲裂，李美妹就采纳了部落祈祷的建议，将竹杯先用水煮沸，煮起来哈，比较不会发霉。那我们就用那个方式去煮，煮好一定要温晒，不能直接晒太阳。那你一下晒太阳的话，全部这个柜子一定会裂。林美妹从去年5月开始，把生活的焦点放在制作竹杯，简单的电动工具就可以完成。一年多来，从选材到处理发霉、防止皲裂的问题，林美妹也经过多次的失败，测试了各种竹子之后，认为还是桂竹跟梦中竹最适合。李美妹认为竹子的发挥空间大，未来希望将竹杯工艺转型成产业，带动地方经济。记者卡造花莲寿丰采访报道。南投信义乡的罗纳村只有一家诊所，诊所的医师其实最近呢自己也刚刚开完刀，还在复原当中，但是他还是照常开门看诊，带着病痛继续执业看诊，就是因为担心偏远地区的居民会找不到医生看病。
走进诊间的病人看到杨茂银医生吊着点滴，感到相当惊讶。不过杨医生却照常为病患诊断。这是之前杨医生吊点滴帮民众看诊的画面。杨医生根本就可以直接被冠上血汗医生的封号，而杨医生却笑着说，他与罗纳村的居民情感早就超越医病关系，而成为另一种朋友关系。之所以放不下看诊工作，就是因为这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么多人关心我，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好像可以工作，我就过来了。你整个生活习惯已经这样了。杨医生日前因胰脏炎开刀，不过只休息了十几天就继续开门看诊。杨医生表示，偏乡地区医疗资源不足，重要的不是平时待在诊所帮民众看诊，而是紧急的时候就怕找不到最近的医生。虽然没有完全痊愈，但已经不用再吊点滴，就赶紧回到工作岗位。杨医生在病患眼中就是一位负责任的好医生，很亲切。你很配合他，有，很辛苦啊，照顾我们弱势的人。杨医生将所有病患看成好朋友，长期为山地医疗牺牲奉献，也因此得过国家医疗奉献奖的殊荣。杨医生表示，要说他是血汗医生，他不敢当，只是做自己想做，也认为可以做到的事。记者 南投新义采访报道。好，一样跟健康有关的消息要提供给您，这是尿路结石，其实是很常见的泌尿道的疾病，尤其年龄在30到50岁的中壮年的男性是好发的高危险群。医师就特别提醒，如果出现侧腰疼痛、血尿或是频尿的症状，就要赶快就医检查，如果拖太久，严重的话可能导致一辈子都要洗肾。一名50多岁男子最近常出现腰痛、血尿等症状，因为不想请假看病，每次发作都到药房买止痛药吃。但某天实在痛到受不了，就医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尿路及膀胱严重结石惹的祸。他两侧的输尿管，有多个结石，然后大概有最大的大概有2公分乘1公分的大小。那同时他的膀胱里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结石，大概3乘2公分的一个结石。医师表示，尿路结石是很常见的泌尿道疾病，尤其男性因为荷尔蒙关系，发生率大约是女性的4倍。临床症状包括侧腰疼痛难耐，出现血尿，而且频尿却又尿不出来。如果不及时治疗，恐怕会引发肾水肿，甚至变成尿毒症，需要一辈子洗肾。如果说这个结石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它可能会造成一些阻塞性的尿路病变，阻塞输尿管啊，或者是造成肾水肿等等，或者是输尿管的水肿，然后进一步的产生肾功能一些损伤。医师提醒，预防尿路结石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至少喝2500cc 的白开水，日常饮食少油、少盐、少糖，多吃蔬果及高纤食物。尤其是曾经尿路结石的患者，如果没做好预防工作，5年内尿路结石复发率可高达50%。记者赖雪敏、谢其文台北报道。患有精神障碍的民众经常会被贴上疯子或是不定时炸弹等等负面的标签，而根据康复之友联盟的统计，自从精神卫生法在1997年正式的实施到现在，包括基隆跟外岛的澎湖、金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住宿型的社区精神服务机构。社福团体就认为，除了增加日间型复健服务量之外，也要规划在地性的精障复健服务补助政策，才能让精障者回归社会生活。精神障碍民众经常被贴上各种标签，社会对他们的态度也很不友善。台湾的精神卫生法在1997年7月正式实施至今，全国社区精神复健资源到底足不足够？根据康复之友联盟的统计，除了外岛的澎湖、金门之外，就连基隆到目前都没有住宿型的社区精神复健机构。在基隆市列管的精神障碍者有3000多人，那么我们以1/3的精神障碍者其实在住院，其他1/3是在社区，这样比例来讲，本来就有2000多人在社区里面。那这些人，你如果有一个地方让他可以来的话，不是更好吗？社福团体表示，目前社会对精神障碍病友还是存在污名化，导致精神复健机构要在社区设立困难重重。而精神科医师也说，对精神病患而言，最理想的治疗场所为病患最熟悉、少束缚的环境，如果再搭配上良好的药物治疗，就能和一般人一样正常生活。是他熟悉的地方，他的朋友也在那里，那
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回去那也因为大家的接受他，所以他的复原状况更好，那他不会退化，那甚至他还可以去工作，然后帮助这个家庭。到底要如何提升经障者的社区复健资源？社福团体建议，政府除了增加日间型复健服务量以外，也要规划在地性经障复健服务补助政策，并落实卫生、社政、劳政的资源整合，让经障朋友享有更完整的复健资源。记者吴雅瑜、林国煌台报道。在今天，可能有台湾部分地区的观众朋友都觉得天气的确不太一样了，再加上三八强台的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天气变了。今天山海气象主播是老外，老外请说。Glass， 观众朋友，哎吼，大家晚安。昨天提到的封面呢，今天已经影响到了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带来了降雨，而气象局还因此发布了豪雨特报。而之前我们也预告，两天的假日同时也会受到强烈台风三八外围环流的影响，天气很不稳定。我们就从台风路径图一起来看看目前台风的最新动态。可以看到呢，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的三八，目前的位置是在菲律宾东北方，距离我们鹅銮鼻东南方大约是在1000公里的海面上。而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呢，目前来到了每小时198公里，而它的七级暴风半径呢，也扩大到了220公里。而说到气流导引的关系呢，这个三八台风有加速往北北西移动的趋势。而就目前的资料呢，到了16号的时候，中心位置是离我们最近的时间点，离台北东北方大约是在超过600公里的海面上。而照这个目前的路径来看呢，这个三八台风是不会直接的影响我们的，但是呢，受到它的外围云系分布很广的关系呢，东北部的降雨还是会特别的明显。我们再从下一张卫星云图一起来看，从这张图呢，可以清楚的看到，这就是三八台风的台风眼，而且结构非常的扎实。而目前呢，它的外围云系已经影响到了琉球群岛。而明后天呢，受到北方这道封面的影响，在这样的双重夹击之下呢，北部跟东北部降雨的时间跟范围都会增加，而且雨势会特别的大。其中呢，要提醒在新竹以北以及宜兰以北的地区民众要多加注意，因为降雨会越来越明显。至于更详细的天气预测，就来看这个山海气象。
受到台风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半部近海的风浪都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其中呢，在北部跟东半部的最高浪高可以达到 3.5 公尺，而在台东跟兰屿附近的海域呢，已经有长浪的发生，提醒民众尽量不要到海边从事水上活动。接着就来看渔业气象。可以看到呢，在东部的外海是台风的外围云系，而在我们北方呢是封面云带。在这样的双重影响之下呢，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两天的假日呢降雨会特别的明显，而中南部天气不受影响，是好天气的一个形态。但是要提醒前往南部山区活动的民众，午后就有雷阵雨的发生。接着就来看旅游气象。三八台风不会直接的影响我们，但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风面的影响，在新竹以北及宜兰以北的地方都会有明显的雨势。以上就是今晚到明天的气象预报，我们要把时间交还给 Glass。 好的，非常谢谢老外在今天提供的气象分析，感谢观众朋友您在今天的收看。如果您有相关的新闻题材要提供给袁氏，或是您对刚刚看到的新闻内容有任何建议，都欢迎拨打袁氏的客服专线0800211000。我是阿美族的 Glass， 祝您平安，再会。
锅盖，你看能喷试一下看看。几战情？几战情？裤子脱掉就没关系，这一集就靠你了。那你可以那个下劈腿吗？我来，换你。来，来，几战情？几战情？几战情？裤子还好吗？我看一下。兄弟，换了。原氏生命剧展单元剧公开真案来喽！欢迎以原住民族励志故事或可改编自原住民族文学以及其他多元文化为题材内容来报名，即日起到101年10月25日止，以当日邮戳为凭，相关资料请上原氏网站查询。我是胖安，今天我和我的好搭档小福在河边做一件很酷的事，万岁！然后消防员伯伯就出现了，他说我们未满12岁，放鞭炮要有大人陪同，而且不能放像冲天炮这种飞行类的鞭炮。结果爸妈被罚了好多钱，所以我就糗了。相关资讯要上消防署网站查询哦。根据报引述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下半年持续看好传统产业股，电子股需求强劲，建议投资人银监类股下季营收渴望再创新高。就近观察券商研究报告。几个吹好绿绿，我到底应该相信谁？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只有靠自己和公开资讯观测站才是最好。媒体引述不轻信，小心查证较安心。Welcome to Taiwan.